新闻机会来的少年世代哦，台南市议员蔡小薇是号召的咱的少年朋友，骑这个电动机车伫东区的街啊路顶哦，沿路向市民来拍招呼。除了讲展现少年世代的创意，也向未来前景拓牌的愿景来做回努力。在服务处外面集合，针对了后市议员蔡小薇带队，甲一群骑电动车的年轻车友，准备要用甲传统扫街拜票无同款的方式来一抓东区之路。对总部出发，沿途经过南方购物中心，从伫后加关底厅底站停留拜拜休困，过行经东区入口白克力纪念公园，最后到伫德高厝阿王会，福建路民众感受到议员的年轻活力。带他们走访我们在地的宫庙、我们的关帝厅，还有我们巴克里公园以及相关的景点，让他们认识东区，然后也知道说我的选区就在这个东区，东区未来有什么样的发展，包含南台南副都心站整个环线的一个行走，我想也是让我们的东区的选民看到小薇是一个年轻有活力、不一样新创想法的年轻人。各种牌电动车款出动，因行动三天议会年轻世代，利用电动车做主角，主要是希望对着政府2050年近零碳排环境到底努力。近零碳排哈，2050年哈，是我们全国一致的目标了哈。那虽然是地方性的一个选举，那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，好让年轻人越来越重视哈这个议题啊哈，也是不光光是选举，而且更重要的是做一件有意义的事。对着咱把报送出来口号，徛伫上头前的市议员也向路过每一位民众一手致意。趁着国庆连假，市区充满人车的午后，为选前开发更加侪可能。记者万家东区采访报道。